感谢于天成带来这首好听的英文歌 Because。 那么28号选手 Jenny Yan， 在刚跟我学声乐的时候啊，呼吸偏弱一些，然后并且声音很容易卡在喉咙里面。那经过我们持之以恒的不断的工作努力，那逐渐找到打开喉咙和呼吸相互支持的一种感觉，那么并且他的歌唱信心增加了很多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有请他给他带来一首来自黄自先生的艺术歌曲《思乡》。再次感谢Jenny 非常优雅非常专业的歌唱。那么黄自这首思乡其实非常难唱。